拉哪里做没事，拉哪里做。肉放外面直接煮。哦，这肉可以放外面煮。嗯。哎，是刚刚是用这个吗？这个。不是这个。对啊，这是我们晚上吃剩下的。剩下的没事，还煮也没事。没关系吗？刚刚那个叔叔是用我们今晚吃剩的肉拿去做的那个山药排骨给客人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没事。啊？那没事。这味不太卫生吗？这样子。一个上午500多，多的时候一天有7-900单。一天多少？那白粥哪里有去啊？白粥？你那个粥很粥热的粥还不用3分钟啊，1分钟多就好了。你要拌也可以，不拌也可以。后来查健康证，一查没有，他就叫你去拌，我就再去拌。我们家都不嫌米的。哪里有这种米？我们这样就是差不多，看哪个少点，你手给他抓一点过去嘛。湖南盐多盐少啊？我还要捏烂啊，吃的。都是用手捏烂啊？还要搓的烂烂的，跟粉一样，都是用手。